600多克的石头挑战过50万，蓝旗的石头整个皮壳是泛这种青色，皮壳已经包浆了，特别老。压灯可以看到干位已经起来了，而且起得相当好。往这边走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天空蓝的感觉，但是我肉眼所见的是这些地方它是有飘花的，究竟怎么样开出来就是这了。蓝旗的料子呢最怕棉，但是现在这整坡料子几乎是没有什么棉，而且水路的地方已经到玻璃了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会稍微弱一点，但是高冰肯定是有的。最开始我们在皮上看到的那个花，现在它已经整个化开了，化成了一整块的底色。